这里的东西都有毒，这个果子肯定也有毒。反正我百毒不侵，怕什么？总比饿死强。别乱动，殿下！殿下，君北月，君北月，你再怎么用蛮力去挖那个沙子都是白费力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相信他就会这么凭空消失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哇，他就是凭空消失。鸣沙山下有一个破结界，我看了南诏国典藏阁的书里记载的清清楚楚，每逢甲子月、甲子日便会开几个结界。子晴就是那时候掉下去的，现在你们都清楚了吧？楚飞燕是故意引子晴去的结界入口，时辰一到结界开启，子晴就掉下去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子晴是孤岛人啊，孤岛人体质又特殊，里面可能有抑制子晴的东西。书中有没有提到过如何才能够打开结界？这个书里没有写，但书里记载了结界是孟祖所设。对，我也听我爹说过，现在最擅长结界术的是南诏的孟祖。殿下，这孟祖偏安于南诏一隅，多年不与外界联系，即使是南诏王召见他们也不见得。不管有多难，一定要把他们请过来。是。银子，在。一定要帮我把孟祖的长老请到这儿来。是。北月，
韩子晴掉入了结界，而结界的入口却凭空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臣也想不明白，毕竟老臣对结界也不甚了解。消失了也好，就让他在那里自生自灭吧。这样，我们也可以避免与那君北月之间的麻烦。老臣认为不妥。若我们对此事就此放任不理，最后却被他人捷足先登，岂不是后患无穷？老臣觉得，一定要找到韩子晴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方可安心。国师说的有理，那就要找人来帮忙了。眼下正有一个可用之人。国师指的是？他被我关在冰潭已有20多年了。当年他天赋异禀，参破梦族蓄意塔第二层道德真传，也由此被逐出了梦族。若是连他都解不开这结界，恐怕这个女人野心勃勃，放她出来恐坏了大事啊。是，王上说的有道理，但此事还是先不要让她参与为好。那如今只有找梦族帮忙了，但这个梦族长一向冥顽不化，不愿与王室来往，纵然他能够找到结界并打开入口，恐怕也不会听咱们说。他们再厉害，也是我南诏的子民。是。除了孟族长，孟族门下恐怕也有别的弟子能够胜任。据说孟族长对他两个儿子孟老二和孟老三颇为不满，认为这二人资质平庸，行为不端，因此下一任族长之位并未考虑二人，而引起二人不满。我们不妨在其中做些文章，助这二人一臂之力。臣下见过王上。免礼平身。谢王上。谢王上。王上，许久未到王城觐见，还请王上恕罪。二位长老想必已经收到寡人的密信了吧？